我是十天十日夜班主，然后我现在在台中的景贤路上，然后这边的黄花风铃木都已经开了，开得非常满，非常漂亮，然后一点都不输就是其他的那个部分那样子，真的超美的。然后可以看过去一望无际，就是都是黄花风铃木，大家都是停下来这边拍照那样子。然后黄花风铃木的花期大概现在目前已经开了六七成，然后大概在两周就会进入凋谢的状态。然后这边还蛮美的，然后推荐给大家，如果喜欢拍照的人可以过来这边拍啊。不过要注意，就是毕竟是个入口，然后旁边还是有人行道可以就是步行，很美很美。然后推荐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可以大家有空出来多走一走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 City Story 的频道，然后会推出更多更多就是亮点的影片给大家。